同志，武警部队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主题团日活动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按计划组织实施。是。是2019年4月26日，我们这些青年学员集结在和平的天空下，举行“逐梦强军路，青春再出发”主题团日活动，共同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。站在新时代的今天，回望百年前的中国，我们这代青年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用心体悟先辈们奋起抗争、救国图强的青春力量，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景象。不知道当时的青年在想些什么，他们的梦想和我们一样吗？我梦想中未来的中国，人人有饭吃，个个有工作。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出现这样一幅图画？恐怕很遥远吧，遥远到不能梦想。这是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梦想。我之梦想是熟睡时不再被突然响起的防空警报所惊醒，惊恐地躲避着轰炸，起床后吃着有牛奶和面包的早餐，孩子们去上学，大人们去上班，生活得很平凡，但心中安宁啊。这是刘和珍的梦想。几年后，为了实现梦想，他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。我现在不敢做梦，我已经不抱希望全国太平，我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地方不打仗、不苛捐杂税，人民不必跑入租界，就能安居乐业。我不敢做梦能建设全国的道路，只希望我能够乘着帆船回到我18年不曾回过的家乡。这是著名学者林语堂的梦想。我们中华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，如果得不着新生，将会灭亡。可悲的是，也许我们中华民族会得不着新生。想到将来全世界的人都拥有自由、平等、幸福，而我们却在灭亡途中挣扎，终于逃不掉这悲惨的命运。我们对着命运是不甘心的，我要努力奋斗，即使结果依旧不免于灭亡，我们也应该奋斗。
即使前面就是坟墓，但在进坟墓之前，我们还要尽全部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。这是著名作家巴金的梦想。祖国，祖国，你快富起来，强起来吧！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和我们今天一样热血滚烫，他们的梦想在今天看来很平常，甚至有些卑微。他们愿意为国家和民众哪怕一点点的改变而付出鲜血和生命，他们要为苦难的母亲发出不甘沉沦的怒吼，是将梦想播撒在震撼天地的风雷之间。誓死力争，还我主权！还我主权！外争主权，内宠国贼！外争主权，内宠国贼！废除二十一条！废除二十一条！誓死力争，还我青岛！誓死力争，还我青岛！同胞们，同胞们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，列强们不仅拒绝了同为战胜国中国收回国权的要求，还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。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外争主权，内宠国贼！外争主权，内宠国贼！列强在巴黎出卖了中国，出卖了四万万中国人，出卖了公理和正义。如此赤裸裸的羞辱，北洋政府居然可以忍受？他们就是列强的帮凶，是倭寇的走狗。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要让民众知道巴黎的阴谋，知道我们的主张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敢亡我国家、灭我种族，我们就和他们血战到底！血战到底！血战到底！五四运动的狂澜席卷全国，并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。在这场运动中，数十万青年学生成为爱国运动的先锋，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，使中华民族在漫漫长夜里看到一丝光明。那是共产主义带来的曙光。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，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，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。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。对，走过百年沧桑，此刻站在灿烂阳光下，我们呼唤正青春的忠诚儿女，年轻的热血是否依然滚烫？青春的梦想是否依然如火？走啊，兄弟们，我的是致百年圆梦。此刻站在灿烂阳光下，我们叩问正青春的自己，能否守好先辈们为之浴血奋战的锦绣中华？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？
1922年5月5日，一个寻常的清晨，晨光洒满广州东园，突然间传来一阵排山倒海的呐喊声。一个叫张太雷的年轻人带领1500余名青年振臂高呼“革命万岁”。从那天开始，团旗跟随党旗前进，党有召唤，团有行动，风雨百年，生死相随。1922年盛夏，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到上海，在弄堂的一个狭小的阁楼上，他加入了团组织。从那天起，他就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，把救国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。他用生命染红信仰的战场，染红可爱的中国。1935年，他在就义前写下这样的文字：假如我还能生存，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；假如我不能生存，死了，我流血的地方，或者我埋骨的地方，或许会开出一朵可爱的花来。这朵花儿，你们就当作是我的京城的寄托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不要悲观，不要畏馁，要奋斗，把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让这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肮脏的手里。这篇文章叫《可爱的中国》，他是方志敏。在那个风雨飘零的年代，无数像方志敏一样的青年，为了救国救民的理想，毅然投入共青团这个光荣的战斗集体，浴血奋战，前赴后继。他们的名字叫共青团员。1958年，湖南望城团山湖畔，一个名叫雷正兴的青年响应团委捐款购买拖拉机的号召，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。也是在那年，他光荣地加入了团组织。同样是那年，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雷锋。东方风来满眼春，中国今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，大胆的是，勇敢的改，干出了一片新天地。41年来，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，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，中国青年披荆斩棘，砥砺奋进，与广大人民一起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、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。今天，我们这一代人站在了距离中国梦最近的地方，我们携青春与祖国同行，梦想因此永恒。今天，我们在光荣的共青团旗帜下再次集结，为人民牺牲，为胜利冲锋，为青春赋歌。五月花海，春色正浓，百年团史气势恢宏，金石武备携笔从容，追随梦想，担当复兴。追随梦想，志存高远，信仰坚定，行礼兼修，德才并重，崇文尚武，知行合一，勇于开拓，激浊扬清。勇于开拓，激浊扬清。青春于我，未知无往，重整新装，再走长征。青春于我，未知无前，初心不改，砥砺前行。初心不改，砥砺前行。青春于我，未知无惧，笑对生死，气贯长虹。青春于我，未知无敌，练兵备战，矢志打赢。练兵备战，矢志打赢。青春
春之君，青春之国，青春之梦，我将无我，不负人民，一日戎装，一生忠诚。我将无我，不负人民，一日戎穿越生死守护你，每当战旗飘扬，你的笑脸在心头清晰，我是你深爱的儿女，是你赋予我牺牲的荣誉，只要你留下一颗泪滴，我就把这腔热血献给你。我们团日活动特别的请来了一位硬核人物，和大家做个交流。他是全军首届备战打仗标兵，三次受到了习主席的亲切接见。让我们一起来喊出他的名字，他就是。是，听说您在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决定要去攀登珠峰了，对吗？是的，我在上军校时非常希望攀登珠峰，但是到最后也只做到了从荣布寺徒步到珠峰大本营，再到珠峰脚下。珠峰大本营有多高？海拔5200米。这么高啊！我觉得作为军人，在和平时期磨练意志最好的方式就是挑战体能的极限，想到了就去做。当你做完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也没有那么难。挑战极限，想到了就去做，这就是青春的风采。老师，您是天山反恐云的总设计师，听说还有人质疑过您不是专业出身，对吗？是的，这个问题啊，在以前经常被人提出。是吗？那您是怎么回答的？在我24岁的时候，我才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台计算机，一切都从零开始。但是2个月之后，我就可以承接某装甲师的兵员管理系统。我特别想以我的个人经历来告诉大家，学习永远是源自于我们内在的驱动力，永远不要被你所学的专业所束缚。在你们这个年龄，没有什么知识是你们不能掌握的，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不能去尝试去做好的。一直以来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是无所畏惧的，我想知道，就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让您害怕吗？当然有啊，我最担心的就是落后于这个时代。大家知道，随着云计算、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的提出，一场新的信息科学技术革命已然来临，我常常会陷入本领恐慌，我担心不能指引团队的正确方向，我也担心不能带领团队继续创新发展。江山代有人才出，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远比我优秀的人来引领我们团队的发展，而我也衷心的希望这个人就在同学们，就在你们中间。
我手里拿的就是王成龙的日记本，这里面生长着一个鲜活的战士。战士？他就是个无情无义的家伙。你胡说，你了解他吗？我当然了解，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。那你更不该这么说。他残忍地剥夺了我胜利的机会。从上小学开始，我跟他较了17年的劲，从来没赢过，但我从来也没服气过，就想着赢他一次。王成龙出生于沂蒙山革命老区，我祖父是四平战役的烈士，从小他便立志从军报国。我心想，当兵就当兵，到了部队继续跟你较劲。那结果呢？你赢了吗？我输了。新训练战术，皮肉与石子摩擦的痛苦，让很多人只求动作过得去，尽快完成。王成龙却自我加码，没完没了的练呢，直到把我们所有人都甩在了后面。但我还是不服气，我跟他比文化，比军事，比体能。我当副班长，他当班长；我当副中队长，他当中队长。比得我们一起当了骨干。我看过他的档案，大学5年，从学校的主题演讲到全国数学竞赛，从小演出到军事大比武，他事事冲在最前面。2次荣获全国数学竞赛2等奖，2次被评为优秀学员，1次荣立3等功。他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，都知道特战最艰苦，可他铁了心的要去，因为那是离战场最近的地方。2018年8月17日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来到了朝思暮想的特战。崭新的开始，我愿意在这里奉献青春，无悔。小队长报道的那天中午，我清楚地记着他的微笑，那么灿烂，那么温暖。那天是他人生的起点，但谁也没想到，他在最美的年华绽放，也在最美的年华离去。我们记住了他最美的样子。我永远都忘不了2018年9月12日凌晨4时15分，那个让我锥心刺骨的时刻。魔鬼州25公里负重行军，王成龙在队伍的后侧收尾。我实在太累了，无精打采地跟在队伍后面。突然，一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从队列后侧疾驰而来，最要命的是司机竟然睡着了。站起来！我下意识回过头，只见车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，我整个人都蒙住了。危机关头，王成龙一把推开他身边的战友，而他自己，我看到小队长被卷到了车下。队长！撕心裂肺的刹车声打破了黎明的沉寂。王成龙挡住了卡车，清醒的司机拯救了战友，而代价是他23岁的生命。那个被本来卷进车底下的人是我，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。王成龙，你个混蛋，一点机会你都不给我，是不是？你让我这辈子都无法超过你，别拉着我，你给我起来。成龙，我还没超过你呢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倒下，你给我起来啊，成龙。王成龙的故事打动了10000国人，数千名自发赶来的群众伫立在道路两旁，迎接英雄回家，向王成龙烈士致敬，一条条横幅寄托着我们的无限哀思。王成龙牺牲后，我看到了这本日记，我感到惭愧和震撼。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差距只在毅力，此时才知道，那是精神高度上的差距。有朋友问王成龙说，如果轮到你冲锋陷阵，你去吗？他说，我当然去，还要冲在最前面。那你不怕爸爸妈妈担心吗？他说，
国是军人，如果每个人都贪生怕死，还有谁来保家卫国？推开战友的那一刻，他是无悔的。如果抛却生死和保留给所有人的伤痛，他会是幸福的，因为他一直有爱，一直追梦，他带着爱而来，追着梦远去。英雄的背后总有一位慈爱的母亲。王成龙的父母在整理遗物时，发现党费登记本上还没来得及缴最后一个月的党费，爸爸妈妈就从王成龙的工资中拿出5000元钱，为王成龙交了特殊党费。今天，王成龙的母亲也来到了活动现场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。妈妈您好，妈妈，您看，今天在座的都是王成龙的战友，您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？今天能见到大家，就感觉好像见到了成龙。请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，好好学习，站好岗，当好兵。因为有你们在，咱老百姓才能幸福安康。成龙没有走完的路，还没有做完的事，以后就靠你们了。感谢部队对成龙的教育和培养，感谢部队给了成龙这么多的荣誉。成龙，你能感觉到吗？大家都在想你。请妈妈放心，请祖国放心，我们一定继承英雄意志，苦练本领，时刻准备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一切。全体起立，向英雄的母亲站立。枪已擦亮，行装已备好，部队要出发。你不要悄悄地流泪，你不要把儿牵挂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，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。
战友们，今天我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大明星，相信大家都知道他，他是一等功臣，武警部队十大标兵士官，武警部队十大忠诚卫士，共青团中央委员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他上场。郑班长，站。大家好，我是郑明岗。班长，看到您刚才跑步跑上舞台，大家现在都特别的关心您，想知道你戴上假肢之后还适应吗？我现在习惯了戴着假肢训练操课，干任何工作都没问题。班长，我知道您经历过6次截肢手术。其实6次无码手术就是在鬼门关走了6遭，每一次都抱着很大的希望，但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一次次失望，一次次到了忍耐的极限，有时候甚至到了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绝望。其实那个时候能扛下来，主要是想起了父母，家里就我一个男孩，父母都60多了，我走了，他们该怎么办？还有，就是我这身军装，给了我信念，在部队这么多年，就让我这样轻易倒下，我不甘心。班长，我知道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那您当时是怎么来面对自己要截肢这个现实的？站在一个男人、一个军人的角度来说，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我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残疾人。其实想开了，无非就失去了半条腿，我现在和正常人一样，正常人能干的事情我都能干。班长，您讲得太好了，我知道您刚戴上假肢的时候只剩下3个月就要面临转改中士的考核，考不过就留不下来，那当时您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留下来，以后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想6次手术那的痛苦我都忍受下来了，恢复训练又有什么忍受不了的，努力过了，奋斗过了，至于以后回忆起来，我不后悔，也不会给自己这辈子留下什么遗憾，那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放手一搏去拼吧。竭尽全力永不后悔，对吗班长？是。还记得在去年致敬忠诚颁奖典礼上介绍班长的那个短片，在新大纲中5公里武装越野21分50秒属于优秀成绩。是。这对于一个失去左腿的人来说是个奇迹，奔袭3小时翻越2道山梁，冲进火海救出3名被困群众，这对于一个戴着假肢的人来说还是一个奇迹。在追逃过程中假肢被甩掉了，凭单腿制服犯罪分子，这又是一个奇迹。作为奇迹的创造者，班长，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广大学员们说吗？其实我的经历很平凡，我只是来自基层部队的一名战士，但我可以分享一句我的人生感悟，经历挫折就是成长，战胜自己就是强者。同学们，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班长对我们的青春赠言，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郑明岗。Thank you.
声，我不怕风和雨，期待小河童，谁的声音呼唤着真正男人的激动，唤醒了深藏在心底的英雄梦。沉睡的勇士已经苏醒，别再等，在远方呼唤汽车，别再等。我的心，你的梦，我们渴望的光荣，是击败所有的不可能。我的心，你的梦，我们渴望的光荣，是昂首征服每个巅峰。我的世界充满着未知变幻的旅程，我不怕风和雨，期待小河童，谁的声音呼唤着真正男人的激动，唤醒了深藏在心底的英雄梦。我的世界充满着是变幻的旅程，我不怕风和雨，期待小河童，谁的声音呼唤着真正男人的激动，唤醒了深藏在心底的英雄梦。凡誓词，全体军引团旗。青年团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团的章程，遵守团的章程，执行团的决议，执行团的决议，履行团员义务，履行团员义务，严守团的纪律，严守团的纪律，勤奋学习，勤奋积极工作，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。宣誓完毕，唱国歌。